国立阳明大学研究所梁姓博士生今天已从传统医学大楼七楼坠楼，倒卧在二楼平台，救护人员发现他多处骨折，失去生命迹象，紧急送往荣民总医院急救，最后仍因伤重宣告不治。据了解，梁在校课业成绩优异，今天下午原定专题报告，但同学在报告前找不到人，未料发生意外。梁就读研究所一年级后，向学校申请直升博士班，目前就读博士班一年级，平时在课业表现十分优异，曾在课程中获得第一名。他原定今天下午三点半在五楼教室进行专题报告，事前准备非常认真，一周前和指导教授讨论报告时，教授还叮咛他压力不要太大。梁今天上午才拿报告书面资料到校，事后却不见踪影，直到下午报告前同学找不到人，最后发现他倒卧平台。据悉，梁汉同学、学长姐相处愉快，也没有感情问题。对于坠楼原因，仍待警方调查。家属接获通知，也紧急匆匆立坐计程车赶到医院。警方表示，初步研判梁是从七楼实验室坠楼，当时梁身上没有证件，询问同学才知身份。目前调阅校内监视器，厘清事发经过。阳明大学本报资料照片分享。